十分自由。然后我们吹正面，它可以左看的，我们站在这个地方，给它稍微推高一点，这个高度。
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人的脸型是什么，都是比较方一点的，是不是？那我想问大家，这个时候是不是鹅蛋脸是最漂亮的？对，鹅蛋脸。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上面要是吹高一点的话，是不是拉长这个头型的视觉效果？对。所以我们呢，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把表面就可以怎么样，上面怎么拉住。这边是不是已经吹好了？然后这边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吹法？嗯，啊。